大家好，我是浦川翔馬，来自日本的留学生。我觉得北大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，然后老师们都是很尊重学生想要做什么，也跟学生一起讨论，然后思考，如何做到这个事情，然后给很多建议。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，或是你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来北艺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什么我很喜欢就学打击乐？就是打击乐是一个很简单、最简单发出声音的，就像这样就可以听到声音。然后因为很简单，所以就是我们学打击乐的人就需要怎么打，发出很好的声音，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我很喜欢，对，所以我很喜欢一直都学打击乐器。